我一开始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咱即摆看到咱台上有一个什么？也是上天要甲咱讲，头家爱出声，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咱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咱中华民国的历史袂使到这为止，因为这块土地、台湾的历史是真侪真侪人的牺牲，是真侪真侪。无分外省人，无分本省人，无分原住民，无分客人，
四大族群共同用生命、用血汗，一页一页写落来台湾的历史，成为一代阮享受过先人牺牲换来的安定，成为一代阮享受过国家安定，会当有打拼机会的日子。但是，即马进步的台湾开始发生无同款的变化，咱坚定安定，还佫坚定安全、繁荣，因为咱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要继续伫即块土地，对着先人的脚步，对着你我共同走过的步，继续伫即块土地平安中台，走出国际，予人知影台湾伫遮啦。中华民国的国际上有我们一席之地，台湾的骄傲，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再把它找回来，好不好？好。今天不是造势大会，今天是人民力量的呈现。今天不是选举活动，今天是台湾人民觉醒的时刻，今天也是我们为元月二号牺牲的将士，我们共聚在此，除了不舍，我们还要有更坚定、更坚强、更勇敢的精神。所以今天我在此代表立法委员洪秀柱竞选团队，向所有来到现场参与我们今天重大活动的你们致上最高的感谢与敬意，谢谢你们。这边的国旗代表台湾，这边的国旗代表中华民国，千秋万世永远未变。而且我要跟李永清报告，不管你是坐在头前、站在后面，或者是道兵，或者是在舞台的后面，我要跟你说，都是最好的位置。诚如我们整个大环境，所有的人民，不管在北、在中、在南、在离岛，日以继夜，不曾携手，勇敢努力。虽然有人讲，不管总统有啥物人做，咱拢爱拼才有通好食。但是我要甲大家讲，无共款，因为如果选到贪官，佫继续做，咱是连拼都无，对不对？对。连拼都无，对不对？对。我们要支持正义，支持公理，支持人民绝对的民主。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现场，如果你在前面这边已经挤不进来，没有关系，我们给你安排了最好的位置，在我们舞台的左手边，无论是草皮上，无论是地上，你愿意席地而坐，我们都会很感动。这边我们不会让你孤单，我们准备了大大的电视墙，今天所有活动的进行，都会因为有你的参与，您的支持，我们会圆满，而且会把这样的力量传达，借由我们的媒体传达到国际，传达到我们台湾的每个角落。还有我们的右手边也是，今天感谢许多庶民摊贩的老板，在了现场，他们的摊位上都挂了一个小辣椒的标志。如果您为了赶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没有用餐，没有关系，凝聚一起，走了后面几步，到所谓每个小辣椒标志的摊位上，他们都会送给你一个我们的洪秀柱贴纸，拿着这个贴纸，就在摊位这个进入口的前面最第一个摊位，我们可以用贴纸来换一个今天的限量版洪秀柱的钥匙圈。这个钥匙圈代表的是我们命运是相扣，咱的文明是甲社会，你甲我，就算是无熟识，咱的文明，咱是甲社会。从这个钥匙
缺，把我们紧紧的相扣相依，直到台湾安定，直到贪官下台，好不好？好。Empty hearts and neon lights.